The Bello Bicho 也是一个固定搭配啊，就是男子汉的这个气质这种意思。什么意思呢？说 que es muy fuerte o valiente，就是有力或者勇敢，总之这种男子汉气质的意思啊，男子汉气质的意思。Alardear, alardear，吹嘘，吹嘘。一般我们吹什么呢？会说 de algo，就是吹牛啊，或者是炫耀这个意思。Alardear de algo，比如呢，看了一句。Nunca alardea de la valedura del producto。说他们这个公司吧，比如说从来不吹嘘他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便宜，吹嘘或者就是炫耀炫耀这个意思，以及 alardeaba del éxito obtenido con la venta de su libro。说什么呢？炫耀什么呢？炫耀这个成功，什么成功呢？通过卖书获得成功啊，就是炫耀吹嘘的意思。以及 alarde 呢，作为一个名词呢，它那个炫耀的成分少一点，更多就是展示、表现这个意思啊。比如说 haciendo alarde de su fuerza，就展示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特质，展现、展示的意思。alardear de algo，吹嘘、吹嘘什么东西？下一个形容词 zafio，zafia，形容词粗俗的。我们这课学了很多这种。粗俗的就是低劣的啦，粗鲁的这个意思的词啊，比如说 una película zafia 一个粗俗的电影，粗俗电影，以及 cuanto más zafio sea el insulto más notable es 什么意思呢？越这个辱骂呢越粗俗，它就越显眼或者越显著，越招人注意这样子。cuanto más 什么什么什么 más 什么什么越怎么怎么越怎么怎么的意思啊。Zafia，Zafia，粗俗的，粗俗的。下一个呢，形容词 embarazada，embarazada，形容词怀孕的。这个词呢，有阳性啊，但一般我们只用阴性啊，毕竟暂时呢还是女性怀孕比较多一些啊。这个词基本上只有阴性，embarazada，embarazada，怀孕的。比如 una mujer embarazada，一个怀孕的女性，怀孕的女性。名词呢叫 embarazo，embarazo，怀孕，怀孕的意思。比如呢，看例句。La proporción de embarazos indeseados sigue siendo bastante elevada en nuestro país. 什么意思呢？Proporción 比例，什么比例呢？Embarazos indeseados 就是非自愿的这种，不想要的这种怀孕吧，意料之外的怀孕。什么呢？孩子仍然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平，elevado，elevada，高的高的，在我们国，就这种非意愿怀孕的这种比例呢，在我国还是很高的，这个意思。embarazar，embarazar 一个及物动词，使怀孕的意思。比如说，consiguió embarazar a su mujer，他让他的妻子怀孕了。这一系列词啊，embarazada 怀孕的，embarazo 怀孕的名词，embarazar 使怀孕，使怀孕。好，下一个词呢，incapacitado，incapacitada 既是形容词，表示残疾的，残疾的，也表示名词，残疾的人这样子，残疾人这个意思。比如呢，quedó incapacitado a raíz de un accidente，什么呢？他残疾了，怎么残疾的呢？由于一场车祸。A raíz de 可以表示由于嘛，就是在什么什么的根源，由于的意思。下一个词 cortés，cortés 形容词，有礼貌的，有礼貌的。比如 un saludo cortés，我们刚学 saludo 招呼，打招呼。那么什么呢？就是一个礼貌的问候，礼貌的问候。以及 de un modo cortés，de 什么 de 什么什么 modo 表示以什么方式嘛。那我们这个就是什么？以一种礼貌的方式，礼貌的方式。而名词 cortesía，cortesía，礼貌，礼貌。那么 cortes，cortesía 反义词是什么呢？就是 descortés 和 descortesía，不礼貌的以及不礼貌。看一个例句：Fue bastante descortés de tu parte no ofrecerte a llevaros a la estación。什么意思呢？相当不礼貌的，怎么了？De tu parte，说在你那个。在就是你这方面嘛，或者你这边怎么呢？No ofrecerte a，ofrecerse a hacer algo 表示自愿做某事，自愿做某事的意思啊。ofrecerte a 怎么呢？把他们送去车站，llevarlos a la estación。所以说，在你那一方吧，你不主动的把他们送去车站，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礼貌啊。这样，descortés，descortés，cortés 礼貌的，cortesía 礼貌，注意这个 s 是一直有的，这个 s 不是说。那个它是什么复数什么的，它就是有的啊。convención，convención，阴性名词，常规习俗语，惯例习俗。convención 有时候有一点那种，
老一套那种的意思啊，就是有一点点贬义，有的时候表示俗，就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有点这个意思。比如 una convención internacional， 国际惯例，国际惯例。而形容词 convencional 表示惯常的、惯例的，有点保守的，对，保守的这个意思。比如 viste de manera convencional， 可以说它是一种就是惯常的那个，就是惯例的方式穿衣服，也可以说它是有一点点保守的方式穿衣服。以及从这儿再过来 convencionalismo， 阳性名词，常规惯例的意思啊。比如 es importante conocer ciertos convencionalismos para asistir a una cena de gala， una cena de gala 就是表示那种晚宴或者是比较大的那种的宴会宴席这种东西啊。说很重要什么呢？了解某些这个惯例，就这个场合的一个惯例嘛，来参加一个这种晚宴。 assistir 啊，表示参加。所以 convención 常规、习俗、惯例、习俗语， convencional 形容词就是惯常的、通常的、惯例的，以及 convencionalismo 常规、惯例。下一个词叫 facilitar， 这个词呢一看就知道是从 fácil 过来的。 fácil 容易，那 facilitar 什么呢？是容易，也就是说有助于的意思，也有提供的意思。比如 tu actitud no facilita nada las cosas， 说你这个态度啊根本就没有不有助于那个那些事情，就没有助于做事情。 no facilita nada。 又比如说呢 le facilitará la información necesaria， 这就是提供的意思了，就是说他们为他提供了这个必要信息，提供必要信息。 facilitar 有助于提供的意思，而 facilidad 这个名词啊表示容易。比如 se rompe con facilidad， 说他很容易就折断了，很容易就被折断了。Facilidad para 什么什么，表示有什么什么的天赋，就是其实也可以理解说他做什么什么很容易，就是说一般会说他有什么什么天赋的意思。比如说呢 tiene facilidad para los idiomas， 什么呢？他学语言还有这个天赋。注意这边有 para。 好，所以 facilitar 有助于提供，以及 facilidad 听着有点像啊，翻译容易。下一个词呢叫 convivencia， 名词，共处。比如呢 la convivencia pacífica de las naciones， pacífico 和平的 pacífica， 所以呢就是各国之间的这个和平共处。它从哪来呢？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convivir 共存。比如呢 en Nueva York conviven culturas muy diferentes， 在纽约呢，你看主语是这个 culturas 这边啊，说很多不同的文化呢共存在纽约。又比如 un país donde el catolicismo convive con el marxismo， convivir 共也可以啊，表示和谁谁共处，和谁谁共存。比如一个国家怎么呢？天主教和这个 marxismo， 就是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些东西共存这个意思。所以 convivencia 共处， convivir 共存，就是共存共处一个意思。下一个词 huracán什么呢？飓风，既可以指这种实际的天气现象的飓风，也可以指说那种比喻意义的这个飓风的意思啊。当然这个例子是指实际的飓风了。比如 Los huracanes sacuden violentamente la isla y destruyen vuelos enteros a su paso， 什么呢？这个飓风 sacudir 就是剧烈摇晃而侵袭吧，我们这里翻译成侵袭好了，就是它暴力的这个登陆的或者袭击了这个岛，怎么样呢？破坏了 vuelos enteros a su paso， 破坏了这个所有的，就是整个这个村庄怎么的 a su paso， 在他沿途的这些村庄都破坏掉了。huracán 飓风，也可以指比喻意义的飓风的意思。desarrollo 一个阳性名词，发展，这个词我觉得大家一定全部都认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又出现了一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吧。 países en vías de desarrollo， 发展中国家。以及 desarrollo muscular， desarrollo económico， 这个肌肉的增长，以及这个经济增长。以及 el desarrollo del turismo rural ha sido importante para muchas zonas， 什么的发展呢？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以就是对于许多地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以及它的动词 desarrollar， 发展，比如 desarrollar la industria， 发展工业。形容词desarrollado 发达的。比如说 países desarrollados，
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跟上面那个对镜对应啊 ，NBS desarrollo 发展中国家，以及 sentido del olfato muy desarrollado 说非常发达的这个嗅觉 ，olfato 嗅就是嗅觉，可以表示嗅觉啊。这一系列词大家应该非常熟悉才对啊。